借 C 段 UFFB 授权制作的拱纵扫描，告诉他们别他妈的为 FFB 宣布放弃除署名权以外的所有盈利性和非盈利性权利。MV 所有图片均取自在信息产业部有备案的网站对公众开放的内容的截图，似乎可能大概其差不离没有嘛法律禁止这么做。还有字吗？嗯，吸烟有害健康。到底怎样才能算是好公民？他不能偷，不能抢，不能拿家老虎去骗人。但这只是道德最低的标准。我们要有理想，有道德，做个敢拍照城管的人。如果要为社会做出大贡献，必须学雷锋，守信封，带着相机到处帮助人。收拾起瑞士手表和皮夹克，拍下自己主人为乐的几百张照片。陈冠希就是活雷锋，英勇事迹藏心中，这只藏脚波汹涌，照片一出天地动，慈爱记者借欢腾，梧州震荡成英雄，舍身露点为民众，陈冠希就是活雷锋。到底怎样才能矫定自精神？必须要学会如何见缝插针，随时随地拿出相机拍照片，不怕被无聊人称为压千尘。明星的钱本来就去治愚民，理应展示自己真实的一面，功成身退悄然隐居美利坚，雷锋精神飘扬荡尽娱乐圈。陈冠希就是活雷锋，无数秘密藏心中，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但先锋，四海云水皆欢腾，无舟风雷成英雄，千张照片为民众，陈冠希就是活雷锋。陈冠希就是活雷锋，英勇事迹藏心中，这只藏脚波汹涌，照片一出天地动，陈冠希就是活雷锋，陈冠希就是活雷锋，无数秘密藏心中，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先锋，陈冠希就是活雷锋。